这里有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之内。 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 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 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，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 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 真好玩！我出去抓鱼倒是提心吊胆的。今天我不会输的。嗯，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风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。 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。嗯，彭大叔似乎不在。嗯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哎，没有娇姨，做不了糖糕。小担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 算了算了。
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奇怪了，好甜，真香啊！整天不务正业，平西村的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哎呦，这不是亲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于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。哦，对了，老彭啊，亲叔。哦，他的。哎呦，要不你先在村，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。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多吃点，明天多买。我也想加入名堂。你使劲拔呀！豆百草真好玩，今天我不会输的。凶手老不出，我出去看看。在哪里呢？多绣几幅，多吃点儿，明天多卖几只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爷爷，对不起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得让你爹娘来娶踏雪寻梅。
总之，不给我踏雪寻梅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嗯，好像。哎，听说凶兽在燕归谷附近出现了。是不知道，真像。看见凶兽了，别瞎说。光头就有三个。哦，对，你瞎说，明明是两个头。哎呀，你俩喝多了，明明是一个头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多管闲事的人真多。这杯我干了啊，你随意。哎，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您是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怎么整天不住？新鲜好吃的糖饼哎！奇怪了，明明放这里。这么隐蔽都不安全。新鲜好吃的糖饼哎！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红，乖哦，明天集市我给你买糖吃。各种新奇的铜玩嘞，来看一下。多吃点儿，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，多绣几幅。凶兽老不少。
凶兽老不出。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。好，乖哦，明天集市我给你买糖吃。各种新奇的铜玩味，来看一下。说了危险，怎么不听啊？我没见到凶兽啊。来，小玩意儿，看一下嘞。你跑什么？有凶兽追你吗？您说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要是有公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有些晕，好不容易摆脱凶兽，方才又除了药，大概是有些累了吧。嗯，一定是因为这个，才一时晃了神。巧玲，你在担忧？放心，我没有吃它，你看，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。小玲，累了吧？我们到家喽。爷爷，您做什么呢？哎，孙女儿，接住了啊！接着了。哎，我的腰啊！您怎么又活动起来了？韩大夫吩咐，您这阵子要少走动，多休息。何况是搬这么沉的坛子。哎，我想着这小坛子能有多沉啊？哎，哎，还是大意了，不服老不行了。孙女儿，你们一路上没有遇到凶兽吧？我有巧玲，凶兽追不上的。不过，村子附近原本温和的精怪似乎突然魔化，变得暴虐了许多，见人就攻击。天师门的那群黄皮子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不是向来以村子的保护神自居吗？尽吹牛皮，哼！爷爷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要不是有天师门布的防护法阵，这一带的村子早就也被凶兽毁了。再说了，其他门派的防护法阵听说也是天师门传授，所以他们才成为仙盟盟主，人家是有大功劳的。嗯，孙女儿，你怎么净帮黄皮子们说话呀？你忘了他们跟我们明术门水火不容啊。哎呀，爷爷，是我错了。不过，防护法阵运转正常，燕归谷中的草木精怪却发生变异，
总之不太寻常。哎，要是早个百八十年，我们明术门还风光的时候，早就把这些凶兽啊、妖怪什么的都赶走了，哪儿轮得到黄皮子们出风头啊？如今啊，这么多年，一个弟子也找不到啊。您别叹气，我相信明术门将来会有重现辉煌的那一天。嗯，还是我乖孙女会说话。对了，爷爷，我在回来路上捡到了这个。哇，灵气逼人啊，这是什么宝物啊？爷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见过，但看这样子肯定是比灵果还要强千百倍的好东西。乔玲啊，哎，来尝尝，说不定啊，这个吃下去你就能立刻飞升呢。哎，乔玲啊，蕴含如此澎湃灵力的果实世间罕见，你不吃可就太可惜喽。我看还是罢了，巧玲是天生食吃灵果的仙灵兽，能不能吃她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明术门就剩下这一只玉灵，万一吃坏了怎么办？唉，好吧，既然这果子不能吃，那我还是去玉灵园摘些灵果喂了巧玲。好好好，去吧。明术门繁盛时，不知玉灵园是怎样一番热闹景象，而如今只剩下了巧玲。一会儿还要下山，先把这个果子放回房间吧。巧玲的灵力最近都没有什么提升，得想办法多找些不同的灵果来喂。不过那只凶兽应该还在结界附近徘徊，有些还有一封彭大叔的家书要送，今日就没什么事要做了。妄自菲薄，做好该做之事，门派必有转机。这时候来送信，掌门，灵光师妹，怎么了？小事而已，我去处理。你等严守门派法阵，务必要保护神子安全。是。
大概天师门已经发现有凶兽和妖怪在附近出没，所以加固法阵。这法阵似乎和以往的不同。爷爷说，那果子蕴含澎湃灵力，想必一定有些来历。或许可以写封信问问他，他也很久没来明术门了呢，也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。这马能驮不少东西呢，结果如何？老子们，有凶兽追你吗？嗯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吴尊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彭大叔，这是您指？哎呀，哎这，这哪有啊？这我从小修炼御灵术。说到这个，对了，彭大叔，当然没问题了。不过我这个铁不够用了，还得再去燕归。怎么好意思让您？哎，呵呵，最近燕归谷中，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月姐姐，大侠怎么还不回来？加入明术门。那大侠看着很有本事。斗百草真好。既然要去燕归谷，也顺便再确认一下结界内还有没有魔化怪物吧。好好好，还要多多靠你了。天师门设的防护法阵，最起码凶兽不能进来伤人。嗯，找到了。哦，这是上好的个铁呢。看起来燕归谷和村子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多绣几幅。天师门的法阵果真厉害。多卖几幅。彭大叔，给。哎，这些小青叔，稍等片刻，一会儿就得。那就。看看我这打了三十年铁的手艺。看看我这打了，你试试，不趁手还能回炉。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月姐姐，大侠怎么还不回来？
那大侠看着很有本事，没问题的。凶兽老不出。那边的朋友，能帮我一下吗？再等等，还差点感觉。今儿喝的踏雪寻梅，沾水了吧？